大家好，我是佩晨，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。爸爸说现在外面的细菌很多，所以要天天洗手。我都有照爸爸教我的洗手五步骤，而且都有用肥皂哦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正确洗手的五步骤是湿、搓、冲、捧、擦。全部的洗手时间最少需要30秒才能够有效清洁哦。如果只是用清水洗手，油垢是洗不干净的。用肥皂洗手，肥皂会将油垢上的分子紧紧包围住，同时也能够牢牢地抓住水。等到水一冲，油垢也就被冲掉了。哦，我懂了，你们都懂了吗？洗手洗干净，天天不生病。小宝贝，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